他等了我10年，总共有3年的时间不在他身边。你什么不懂问他，都永远会有解答。年轻的时候很崇拜啊，老了就觉得好烦。个性还蛮不合的，我学会了就是他过他的，我过我的。他很好，是我配不上他。爱的万物论，每周一到周三晚上11点，好好看看我。